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贵人纹在生命线里侧，辅助生命线。贵人线清晰不断，生命线是人一生中的历练以及经历。生命线内侧有一条很清楚的贵人线。贵人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就是配偶。贵人线清晰的人的配偶会陪伴他、扶持他，因此结以后好运就会跟着来。贵人纹清晰的，能够得到配偶的帮助与资助，事业遇到挫折，马上有贵人出头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：6672-3319。